下一个要背的事情是这个，因为月球的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，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对地球。这个图片，两个手牵手绕圈圈，永远都是面对面，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对了地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月球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，所以月球的自转就是公转，公转就是自转，公转一圈就是自转一圈，自转一圈就是公转一圈。所以如果现在我的月球已经公转半圈了，那自转几圈？也是半圈，两个是一样的。所以因为月球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，所以月球以相同的一面面对了地球。我们来说一下，来，这边有一个动画，蓝色的有个绿箭头朝地球，然后我现在公转四分之一圈，逆时钟公转四分之一圈，从右边跑到上面，箭头也逆时钟自转四分之一圈，就从朝左变成朝下，还是箭头朝地球。再四分之一圈，月球跑到左边，箭头从朝下变成朝右，还是箭头朝地球。再四分之一圈，月球从左边跑到下面，箭头逆时钟转，从朝右变成朝上，还是箭头朝地球。啊，再四分之一圈，又回到刚才的右边，然后箭头要从朝上变成朝左。还是箭头朝地球，所以怎么绕都是怎么样，箭头朝地球，叫做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朝向地球， OK 吗？就是我们跟各位说明。所以就问了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有一个人住在月球背面不能旅行，但还不能够上网啊，不能干嘛，就在那不动啊，然后呢不知道世事，不知道天下，他就是在考一件事啦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办法看到地球？好，然后为什么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第二个，那我们的温差会比较大还是比较小？啊，第一个问题，他能不能？为什么能？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来，可爱的二舅，二舅。可以或不可以？为什么？不要乱画。可以或不可以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他就是什么不行？同学。月球公转跟地球自转。那不是重点。你坐。不行。因为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，一直以相同一面面对了地球，所以他看不到地球的存在，他没有去看到地球，所以不知道地球。请问那里温差比较大，温差比较小？这件事我讲过了，这件事我教过了，这件事我教过了。可爱小女生，请你把手放下。十二号，十二，起立。我才是十二，好不好？温差大，温差小，这里我教过了。为什么？我当初教为什么？请坐。我当初教温差比较大，因为没有水，没有大气。现在可以多讲一个原因：月球公转一周，也就是自转一周，要大概二三十天，所以自转一周叫一天，以地球的时间算。月亮有十五天白天，十五天晚上，先转过来晒太阳，晒个十五天，晒到死，然后再转过来背太阳，开始散热，散到爆，所以热的时候就很热，冷的时候就很冷，很冷。所以前面叫是因为没有水，没有大气调温，这里告诉他的白天有十五天，晚上有十五天，所以温差会很大。OK， 重点。因为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，所以月球一直以相同的一面面对着地球，这是重点。好，这里有个王建仁老师的动画，我在线上教学网站上有，你就自己可以去看一看。他告诉你为什么会有月相，为什么会有月相？他告诉你为什么一直都是正面，
他告诉你，地球每极向下看，逆时钟由西向东转，所以每个地方的东跟西都不一样。他告诉你，他的太阳花在下面，所以告诉你所谓的正午、黄昏、清晨、子夜。然后呢，告诉你初一十五月相。月相卡中间叫做朔，放旁边叫做望，先到叫上弦，后到叫下弦，然后还可以操作，比如说这个，你可以拉一拉，或让它自己跑，哦，这叫做朔，所以呢，一起升起，一起落下，然后呢，大概到初七，大概到初七，就稍微上弦，啊，上弦的状况就是。什么时候升起，什么时候落下，好，看他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呢，还有旺，可以让你去看一看，玩一玩，看他怎么回事。OK， 这就是跟你说明的方法，可以自己看一下。以上就是有关各位介绍有关月相的部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